福建有一个地方很神奇，只要你带上他们的一件东西，你就是街上最漂亮的。你好，你知道这里什么东西让人变得漂亮？很简单，好山好水好心情，自然就漂亮了。你是指这个吗？这个叫脏话，有，满大街都是哦。你知道我为什么说我带上脏话就漂亮？ 因为来福建簪花，谁脏谁漂亮，这是一句slogan。slogan。来福建簪花，谁脏谁漂亮，我也可以吗？哇，好清新啊！你说什么？没有。我说你们福建人真美。那当然喽，我们福建好山好水，还有好多美食。我们对侬脏话还得力，安分呢？讲什么？香菇也好吃，香夹不？难道连他带脏话也会漂亮？欢迎我们的外国胡恋啊，来尝一下我们这个姜母鸭，还有什么海蛎煎呢、啊？肉粽啊，春卷啊，炖饼啊，四果汤啊，花生汤啊，姜母鸭很多好吃的。尝一下，尝一下。兄弟吃，兄弟吃，兄弟吃，来来，good。大哥，你知道为什么说在福建脏话谁的是漂亮吗？你去那个秦浦村看一看呐、啊，你就知道了。秀人家哟，你假素哟，带上我们的簪花，你也够个素哟。带上簪花究竟漂亮吗？来来来，你这一条哈，阿妈跟听阿妈跟你讲哈。阿妈的一天从戴花开始后，一戴就是几十年。而我们这个村子一千多年了，世世代代的巡抚女都这样簪花。我们相信，只要头上有花开，日子就会过得漂亮。啊，你想一想，你这一路上见到的人，有好多漂亮的小姐姐，更有好多热情可爱的人，他们都很享受生活，很热爱这里的一切。对了，簪花不是因为人漂亮才漂亮，而是因为带她的人啊，懂得生活，愿意和大家分享美好了。来，阿妈祝你平安健康吼！因为脏话很美，泉州很赞。脏话的美就像泉州古城的烟火，平凡也浪漫。吐的是欢喜，冰的是明天，是向往美好，是幸福的，像花一样。一朵脏花，跨越时光和山海。开在心里和未来。来我们福建大会爽啊大爽啊水。快来吧，福建脏话谁带谁漂亮。我们都是最亮 的。你们为什么？418福建省文旅经济发展大会呀、啊，一起来热闹一下，福气更多。